使你平静。圣光会净化那些污秽的东西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圣光，消失吧！那些污秽的东西。 乌瑟会怎么做？哼，再来一次！你刚刚有听到吗？消失吧，怪物！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？ 你要正面思考，朋友。你讲完了？完工了。
前来报道。 你的死期还没到，我们远道而来，只为见你一面。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？你刚刚有听到吗？你有什么秘密？前来报道。 行动，失策了。又一个传闻。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。你怎么了？ 释放你的灵魂！前来报道，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。玩得不错，又一个传闻。 在黑暗中，圣光会更加耀眼。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。战斗结束。 你要正面思考，来吧，给我看看。我是来烦了。
封口费要另外收。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。我想为光阴讨价钱。前来报道。在黑暗中，圣光会更加耀眼。祝福你，祝福你。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。我想为光阴讨价钱。前来报道。玩得不错。沐浴在圣光之中，由衷感谢。我的道路，你的死期还没到，来吧，让我看看。
我们远道而来，快快见你一面。消失吧，怪物！谢谢你，前来报道。战斗结束，你赢了。